下去。我来迟了，我寒夜即便是死，也一定会保护你。七和次元长得如此像，我们做的交易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弟子元最求于泰山，但我许你荣华富贵。次元，再坚持一下。是我的错，我回来晚了。子元，你可知从今日起你再无半点退路，此事非一年两年之功，或许十年二十年亦不能做到，你可甘愿？那好，你要记住这个地方，完成你的责任和承诺，洗刷他们的冤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只是帝子元，而是帝家的继承者，帝北城的主人，靖南子民的王。